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那么还有你这个经啊，无论哪一部经，你必须要常常把它保护得很完整，不要啊把这一部经拿出一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令它不在一起。那个经也有经的眷属，经也有经的完整，它这个从入世我闻到后边那个最后啊，皆大欢喜坐离而去，这都是啊一部的，不可以啊一卷也不可以缺的啊。俺们学佛的人呢，谁有过错就一定要承认的啊，不可以啊说我有过错不叫人知道，或者呀、啊、往旁人身上推，这都不可以的啊，要很坦白的啊，不论是怎么样大的错误错过，都应该自己承认啊。你要不承认，这个变成啊，你不承认是一个过，你不承认这无形中就是大妄语，就是犯了妄语戒啊，这又是一个罪过，因为你护过护持自己的过错啊，这个样子呢这个菩萨绝对不会帮助你的，你修行呢就修一百万个大劫也不会有所成就的。咱们修道的人执行是道场，就要有过错就要承认，不承认过错，这个心就不直，你心不直啊，你对佛法就不能相应，对佛法不能相应，你修怎么样修也没有什么感应，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那么佛所说的法，那么学佛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特别呀、啊、来保护这个佛法。好像俺们所翻译出来的经典，不论是对不对，俺们都应该保存它，不可以呀、啊、把它回着用火烧了，或者呀、啊、把它掉到海里去，这都是一种灭法的行为。你佛教徒本身就来灭法啊，就来把这个法呀看得那么样子没有价值，你随便用火把它烧了啊，就是有注解的和没有注解的，这都叫我你这个破坏佛法啊，你断灭佛种。那么你就对不对的，你所做出来的，好像我们这有人说是啊把所翻译的经典都烧了，这个样人永远都不会有智慧的。你烧了，你看看那个猪，那种愚痴的样子，为什么？他就是不尊重佛法，灭过法，所以呀、啊，在无量劫以前已经堕地狱了，堕地狱，然后再出来呀、啊，做众生，做众生也只是做那个愚痴的众生，没有智慧的众生，所以呀、啊，你要这个上你就知道这个灭法的。这种的行为呀、啊、是最要不得，所以你不懂得佛法还以为哦他这个是很好的很好的，你跟他钻往地狱里钻呢。咱们修道的人呢，真正想要修道就不应该有自私的心，这自私啊不是说是单单某一种是自私，你凡是啊为自己打算的事情因为自己的利益来
对其他人生烦恼，起这个嗔恨心，这都是啊自私心来作怪。要没有自私心，什么事情啊都不会对任何人发脾气。你要想发脾气，你就先要啊问问自己啊、哦、这个要发脾气的原因，就因为啊我还是有自私啊，我这个自私呢，修道的人要把这个自私心先要熄灭了它。自私就是一个贪心，就是个嗔心，就是个痴心。你有自私啊，就犯了这个贪嗔痴了。所以啊，无论哪一个人想要修道，我们先要把自私心锻炼它没有了。锻炼自私心，先要从什么地方锻炼？就先要不为自己打算，什么事情不为我自己的事情来想，不想我将来怎么样，或者甚至于你想将来要开悟，那都是一个自私。咱们修道就是修，不管他成不成功，成不成功这没有问题的，我们就是往前去修行。说那我们也没有所得，那么你想得个什么？你有所得就是那个我相打不破。你说我们这个我相根本就打不破，打不破呀，我们要往那个打破那条路上走。你如果不往那条路上走，始终这个自私自利呀，这个我相啊，都有一个大的指招。你要没有我了，那又有什么不自由的？不自由又是谁？哪一个不自由呢？连我都没有了，怎么会有一个不自由呢？所以啊，在美国啊，这是民主自由的，没有这么多的麻烦的事情。到亚洲啊，他就要分高上座下座，这个分得很清楚的，师父徒弟也分得很清楚的，他都有这种的封建的思想，不是啊，像这个民主国家这么样子。我在这儿，我尽量呢，我向这个民主作风来做，啊。如十方一切世间诸佛世尊，为成就一切菩萨故，令如来种性不断故，救护一切众生故，令诸众生永离一切烦恼故，了知一切诸恨故，言说一切诸法故，净除一切杂染故，永断一切以往故，拔除一切希望故，灭坏一切爱着处故，入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为成就一切菩萨故，这些个微尘数诸菩萨有地位有德行，
一生不处的菩萨，他又想了，说是啊，就好像十方一切世界啊，诸佛世尊，一切的佛啊，世出世之尊，为成就一切菩萨故，他为的来教化众生，令一切众生的行菩萨道，修这个六度万亨，然后成就一切菩萨的果位。这菩萨也是半梵语，具足呢就叫菩提萨法，那么翻译成中文就叫脚有情，它是脚悟的一个有情众生啊，也就是有情啊众生里边的一个脚悟者。这个脚就是一个智慧剑，你能无论呢举心动念，你或者有什么这个欲念，不怕起，起的越多啊是越有办法。所谓不怕念起，就怕脚迟，你呀、念这个欲念起来呀、你要能举起你的智慧剑，举起你这个金刚王的宝剑，举起你这个斩魔剑，把这个欲念呢它随起就随即随斩。所谓斩呢就是脚，你脚了啊，你这个欲念你应该呀研究一下啊，它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啊，它因为呀对着这个境界就生出来这种的欲念。那么你要没有见着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就啊没有这种的欲念，你这时候啊你就应该见入不见，你见着这个境界就好像没有见着这个境界，那时候眼观形闪内无有，耳听尘世心不知，所谓对境无心，你对这境界你要不生这个心，这就是个脚啊，你能有这个脚悟的心，那就有办法。就怕你呀、这欲念起来你就跟着啊这个欲念来跑，随这个境界所转，你没能啊如如不动，你没能啊了了长明，你要这样子那么就越迷越深，就会堕落的。你看看那个愚痴的众生，为什么他愚痴，就因为啊他迷得太深了，
不知道觉悟。那菩萨就是个觉悟的众生，他以前和俺们是一样来的，不但菩萨和俺们是一样的，就是佛呀和俺们也是一样的来的，啊，也是啊糊糊涂涂的一个众生来的。然后啊，那么一天一天的修行，一年一年的修行，啊，一生一生的修行，这个一世一世的修行，啊，这个修行时间久了，一个大劫一个大劫的修行，修行三大阿僧祇劫，然后就成佛了。所以呀，这个菩萨就是一点一点修行成的，佛也是修行成的。那么现在十方诸佛都先要教化一切众生，先成就菩萨道，行菩萨道啊，令如来种性不断故。为什么要行菩萨道呢？就因为啊，想要使令啊这个佛的种子啊，佛的种性，也就是佛的种子不断啊，不断就是继续继续有过去所成的佛，现在所成的佛，未来所成的佛，这个啊，继续继续呀，啊，接接连连，永远不断。那么佛的种性不断啊，就可以呀，啊，救度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啊也就有机会呀，啊，离苦得乐了。所以说救护一切众生故。为什么啊要成就菩萨的果位？就因为啊想要令这个佛的种性啊不断。为什么要令佛的种性不断？就因为想要救护一切众生啊，救护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啊都在这个水深火热的里边，在这个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火宅里边，这个火宅呀 啊没有啊安乐的时候啊，非常的危险。所以呀 啊要救护一切众生，使令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啊，发菩提心啊，早成佛道，为这个缘故。令诸众生永离一切烦恼故，还是啊啊，使令一切的众生啊，永远都离开呀，啊，这个贪嗔痴三毒啊，这个烦恼就是啊三毒，总括起来就是三毒啊，三毒就是贪嗔痴。啊，这三毒啊把我们众生都毒得颠颠倒倒啊，醉生梦死啊，也不知道啊想要出离三界找一个这个究竟常乐我净的地方。了知一切诸恨故，要啊这个救护众生，令一切众生啊都永离一切的烦恼。那么想要令众生离永离一切烦恼，就要先明白呀一切的法门，一切的这个修行的怎么样修行啊，诸恨就是修行的恨门，一切修行的恨门你要明白了，才能啊远离烦恼呢。所以呀，因为想要令一切众生
永离烦恼，明白一切修行的法门，所以呀、啊、就要说一切的法。佛呀要说一切的诸法啊，为众生啊来说法，净除一切杂染故。那么为什么要说法，为什么要为众生说法，就是啊想令众生啊这个痴心妄想狂心野性这一切的染污的法，一切的杂染。这个杂染呢就是啊种种的这个染污法啊，不是一种啊，种种都包括在内的啊。譬如啊你好贪吃，这也是染污法啊。你好贪睡也是染污法，你好贪财啊，做一个财迷，这也是染污法啊。你好贪色，做一个色迷，这也是染污法啊。你好贪名啊，做一个名迷，也是染污法啊。所以财色名食睡这五种啊都是染污法。这个染污法你要不除断了它啊，你要不净除了它，净除就什么好像染污法啊，就好像我们现在修宫啊，这个房子里头很多尘土，到处都是沙呀泥呀啊，不干净。那不干净你要啊用点水啊，或者用扫把把它扫一扫啊，用一个吸尘机啊把它吸一吸那个尘啊，这干净了，这就是净除。净除那个尘土啊就是杂染，就是譬如杂染在你的心里边呢，那些个尘土啊，那些个染污的东西呀 你回的耗财呀，耗啥呀，耗名啊，耗吃啊，耗睡呀 这个财色名食睡这都是染污法啊。说这我们听过了，你听过你没净除啊，那有什么用啊？你光听过，听过你没有净除，没有把它收拾干净了，没有啊英文叫什么 clean up 没有 clean up， 所以啊这没有用的。永断一切以往故啊，你要把一切的怀疑啊，对于法的怀疑，对于佛的怀疑，对于僧的怀疑，也都要断了的啊。永断一切以往故啊，这个怀疑呀、对法不生信心呢 就好像一个打渔网把你装到那个网里，你出不来了。你有这个以往也是啊不能得到自由。什么叫自由？自由不是说我想喝水到那儿我就喝它100个加仑啊，我想吃饭就吃它啊100磅啊，我想吃牛油面包买它几十磅我都吃了它，或者无论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想去做贼呀 我就去抢人家东西去啊，这是我的自由，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这不是的，这不是真正自由啊。你听见昨天这个国语说的，他说的啊，这个每一个人呢自己都有他的监狱，不是人家给你预备的监狱，咱们这个人呢自性没有得到自由，都在监狱里头呢，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这不是的，这不是真正自由啊。你没能知道怎么样来，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啊，你来去不自由，这都是啊在监狱里头的。你看那个虫子，那个虫子啊
到春天呢，他在那个一个东西里边，他把这个东西刻开，他出去就变成一个蝴蝶啊，或者这个飞的东西就飞了，啊，他还有那么大的本事，能以在那里头钻出去就飞了。俺们这个人呢，也是在这个里头，啊，就没有法子啊，把这个东西咬破了它，飞出去，啊，你看可怜不可怜？你没有能明白自性的，没有见着本来面目，啊，这都是不自由的。所以呀，讲起来不自由，这是很多很多的。各位啊，修道就想要得到自由，什么自由呢？等到啊，我真正有了把握了，我愿意活100岁，我就活100岁。我愿意活1000岁就活1000岁，我愿意活10000岁啊，阎罗王他也没有办法的。那么我愿意现在入涅槃啊，灭度，那么现在就可以啊。你能有这个样子的这个本领了，那个是真正自由啊，不是说我想吃我就吃，想喝酒我就喝个醉，这是自由，这不是的，这完全是颠倒，这是叫任性，这是啊，越搞越不自由，搞来搞去搞到那个地狱里去了啊，比在人间呢那更苦恼万倍。所以啊啊，这个永断一切以往，拔除一切希望故。你有所希望啊，你啊，这都是一种贪心啊。比如我希望我将来有一个好的名，哎，这个是啊没有用的。说是啊，回到将来我得一个好的眷属，这也没有用啊。出家人啊，甚至于啊，我要收一个聪明有智慧的徒弟啊，我的徒弟呀，能青出于蓝，他比我更好啊，更有智慧，将来呀，令佛教发扬光大，这都是妄想。这一切一切，你凡有所求啊，都是妄想啊。你有所希望的，也都是妄想啊。甚至你希望成佛，你只希望不修行，这都是妄想。你要啊，这修行不需要希望，但问经云，不问收获，你就把这个田呢种下去，这个谷种到地下，收不收啊？我尽我的心，我好好的，给他一点水呀、啊，把他草给拿走了，好好啊，帮助他长，那么将来收获不收获啊，不管他，所以呀、啊。这些拔出一切希望，你凡事啊，你有所希望，这都是妄想啊。说我愿意出家，愿意出家就出家，也不要希望啊。说、哦、我愿意还虚，那也可以的啊 ，everything OK 嘛。所以呀、啊，一切一切都不要有个希望啊。问那个是道载进，非道载退，那个是。合乎道的即往前去进，不合乎道就向后退啊。这是啊，拔出一切希望，灭坏一切爱着处故啊。这一句啊，我相信呢很多人都不愿意，很多人都不愿意灭除一切爱着处啊。从古以来，从无量劫以来，没有成佛，就因为啊，没有能灭坏一切的爱着处。你爱着处啊，就是你所放不下的，就是你所舍不了的，就是你所看不破啊，放不下，所以你不能得自在啊。这个灭坏，你要能把它灭坏了一切爱着啊啊，对于男的，对于啊。这个自己的太太能把它舍了它，送给人他啊，不要了啊，谁愿意要？拿起，
啊，得把太太送给人，啊，能把自己的小孩子送给人，啊，自己的儿子啊不要了，啊，他愿意出家就叫他出家去，啊，愿意不出家也随他，啊，这个，不要有爱着，爱着处，爱着处就是你所舍不了的，啊，你所执着的，这个你放不下的。但是这都要灭坏它，啊，把它熄灭了，啊，把它坏了，啊，你看要紧地方就在这儿，你们大家研究研究，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才把这个国、城、妻子都不要了，就出家去。你们谁有释迦牟尼佛这种的毅力，这种的这个勇敢、勇猛？就把这个一切都舍了，谁都可以成佛。说诸菩萨十住、十横、十回向、十藏、十地、十愿、十定、十通、十顶，即说如来地、如来境界、如来神力、如来所行、如来力、如来无畏、如来三昧、如来神通、如来自在、如来无碍、如来眼、如来耳、如来鼻、如来舌、如来身、如来意、如来辩才、如来智慧、如来最胜。愿佛世尊亦为我说。说诸菩萨，那么希望啊佛为我们这一生普处的这些个菩萨说一说菩萨的十住和菩萨的十恒、菩萨的十回向、菩萨的十藏、菩萨的十地、菩萨的十愿、菩萨所修的十定、菩萨所得的十种神通、菩萨修道啊这十种的最上的这果位、这种种的道理，希望啊佛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那么这个十住是菩萨的十住，十恒菩萨所修行的十种恒，菩萨所应有的十种的回向，菩萨所具足的这十藏，菩萨所得的这个十地，菩萨所发的这个十愿，种种的，这都是这些菩萨心里呀，我们做事思维，请佛呀来给说明白了这些个道理。即说如来地，和说一说这个佛地，再说一说这个佛的境界，佛所得的境界，再说一说佛的神通，这个力量，再说一说这个佛的所修行的这个横门，再说一说佛所有的这个十种的力量，再说一说如来呀，这个无所谓，这个无畏的这种境界，再说一说这个如来的定、如来的三昧力，再呀为我们这一切的菩萨说一说如来的这种神通，再说一说这个佛的自在，佛怎么样叫做佛的自在，再为我们大众啊说一说
这个佛的无碍这种境界。再为我们大众说一说，怎么叫啊佛的眼，什么叫啊佛的耳，怎么样啊成为佛的鼻，怎么样是佛的舌，怎么样是佛的身，怎么样是佛的意，这都在思维里头啊来想这些个问题。又如来的辩才是什么，如来的辩才又怎么样是啊佛的智慧，又怎么样是佛呀这最圣啊最殊胜的这种境界。愿佛世尊，俺们现在啊大家都愿意佛呀世尊啊，以为我说也为我们这个大众一生补处这些个等角的菩萨来说一说这以上啊这种种的这种境界种种的这个道理，大家都要有一点忍耐力，咱们聚会到一起大家研究，谁呀哪一个人都有啊讲的这个这种的地位，无论哪一个讲的对不对，大家应该呀很注意的那么听，不要心里呀没有忍耐心，说哦他不会讲的，怎么叫他讲的啊，讲的乱讲乱讲，讲的也不对，而且心里就啊生了烦恼了，没有培训了，这个讲呢无论谁讲对不对怎么样都要有培训，要有忍耐力，那么大家是研究佛法，你们各位啊都要知道法呀无定法，没有一定的讲法，也没有一个对也没有一个不对，这个法是在你指招那儿破，你的指招就是对，你的指招没有破了这还是不对机。你譬如你对这个地狱说法，你和对恶鬼说的又不同，你对恶鬼说法和对地狱的众生说的又不同，你对畜生说法和对这个人又不同，对人说法和对天上的人说又不同，你对呀天上的人说法和对二乘的人说又不同，你对二乘的人所说的法和对菩萨所说的又不同，那么这种种的分别就看在哪一类的众生来听，你听法，我为什么要说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忍耐心，对于这个法，是法非法，善法恶法，都明白，都能忍耐，咱们这就是明白一点佛法了。不是说我听法就要听人讲的好的我才听，好像自己也没有明白呢，就是师父讲法我就听，旁人讲我就不听，好像果这个目空一切，以后连师父所说的法他都不听了，他要在那睡觉，还有一个那果一到这个语言课的时候他弄他一个自己的本子，写他自己的 notes， 你在那看呢好像他这写这个教的这个人的笔记，实际上他不是，
他写他自己的。那么他自己这样的还不要紧呢，影响呢，这果也是像他那样子了，啊，也不听只有中文的课啊，来听一听，其他的什么语言课他不听，不听，但是他也还参加，他用另外一个本子，那么写自己那么搞自己的，啊，这个都不合法的。所以啊，这些个人这样的人呢，都有一些问题的将来。世尊，知诸菩萨心之所念，各随其类，微现神通，现神通矣。东方过十佛刹微尘数世间，有世界名金色，佛号不动之，彼世界中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十佛刹为陈述诸菩萨居，来以佛所道以作礼，寄于东方化作莲华藏狮子之作，在前边各位医生补处有地位有德行这个等脚的菩萨，心理思维请佛说法，说前边所讲的这种种的境界，种种的神通，种种的这个方便法门，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啊，世尊的心和这个一切大菩萨的心，那么都互相通了。怎么样能互相通呢？就因为佛具足有五眼六通，五眼就是佛眼、法眼、慧眼、天眼、肉眼，六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漏尽通、神足通啊、许命通。那么佛具足他心通的智慧，所以世尊在这个时候就知诸菩萨心之所念。那么佛呀，一切众生绕干种心是如来细知细见，所有众生心里所想的什么佛呀都知道，何况呢这一些个大菩萨的心，他们心里的所念所想
那思维。佛呀，完全知道了，所以这个一切菩萨的心啊，佛既然知道了，所以他说各随其类，微现神通。佛是啊，随即应现，化度众生，所以佛能用他的神通妙用，不可思议。这种的神通妙用来呀、啊、教化众生啊，每一个众生啊都觉得这个佛呀、啊、在他的面前呢，是对他呀、啊、说法啊。每一类的众生也觉得呀，佛现在其前正对着他来说佛法，所以呀、啊、各随其类，各从其类啊，来呀、啊、现这个种种的神通啊。佛现神通为什么要现神通？就是想要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啊，返迷归脚啊，返本还原。所以啊，要现神通，令众生发菩提心啊，成菩提果。现神通矣，佛呀，现这个种种的神通之后啊，在东方过十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世界，在这一个地方有一个世界，名字叫金色世界。这一位佛的名号啊，在这个金色世界啊，这佛的名号啊，就叫不动智佛。这个不动智佛，也就是啊，俺们所常念的那一位恶出佛啊。这个金色世界是属于金刚部啊，在这个密宗里边所讲的金刚部，就是啊东方恶处佛是啊管理这个金刚部的佛，他的名号叫不动智。不动智啊啊，也就是金刚啊。那么又是所谓俺们常常念那个消灾延寿药师佛啊，他为什么能消灾延寿呢？因为他是金刚，所以啊啊能消灾延寿啊。消灾延寿就是金刚，你要有金刚就有不动的智慧啊。彼世界中，在这个金色世界，东方又叫琉璃世界啊，有菩萨，又有一位这个大菩萨，菩萨中的大菩萨，菩萨中的上首菩萨，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文殊师利，就是这一位啊妙吉祥菩萨。文殊师利翻译过来叫妙吉祥啊。那么这一位菩萨啊，有啊他的眷属，他眷属于十佛刹，有十佛刹那么多的微尘数诸菩萨啊，那么多的大菩萨，俱来一佛所
聚，和那么多的大菩萨在一起，来意佛所，来到这个佛的这个菩提道场啊，这个道场这个地方来，道已作礼，到了这个地方啊，大家就都一起向佛啊来顶礼。基于东方啊，就是在这个东方化作莲花藏，化成一个莲花藏啊，狮子之座啊，莲花藏狮子之座，各座狮子座，解家福座，在这个狮子座上边呢，各解这个双家福座。这个双家福座啊，为什么要结双家福座？这个双家福座又能降魔，又能啊护持你这个定，所以这个双家福座，这是啊修道的人，尤其呀、啊、想要修佛的人，必须要啊把它学习的圆满了。你做的时间呢，要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就全体现。你一念不生啊，那个本有的智慧就现出来了。六根呼动被云遮，你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稍微一动啊，就像那个天上啊生出云彩来似的，把那个太阳光啊就会遮住了。太阳光就譬如我们的佛性，俺们的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根啊所生出来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一生出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来了啊，就好像啊被这个云彩，空中的云呢把这个太阳光遮上了一样。所以你要结起双家福座，入这个坚固定，那么就六根不动啊，常在这个定中，你的这个智慧呀、很快就现前了。